给我挺住了，卫生所马上就到了，快点！ 人我是给你救活了，但他能不能醒过来，那就说不准了。可是他躺了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还醒不过来呀？你想想办法呀。是团长。吴十三，你小子是累了，是想赖在床上多躺几天吧，休息好了。一定得给我醒过来，可我等不了你了，我要带着队伍南下了。 啊！
医生，医生，早く課長は調子員がいる。急げ。早くついてこい。医者、医者早く来い。バカ、お前は医者じゃないか。大佐課が先導は終了しました。服が地に汚さないためにこの服を借りだ。安心しな、医者がすぐに来る。站住！我要是你就不会干蠢事。没死啊？废话，我要是死了，我怎么跟你说话？大白天闹鬼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有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吗？鬼子们把这儿扫荡了。海哥。我告诉你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现在出去也就是个死，然后把鬼子们引进来，我也是个死。你想找死就离我远点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来了，解扣子。徹夜にここに来てのはこんな目立たない八郎の病院のためですか。加賀の将軍は知ってる。その理由を知りたい。うん、奴が中村を殺して中村全軍を滅ぼそうした主犯だ。俺は情報を得た。こいつはこの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る。この写真を下に配れ。今回我々は必ずこいつを捕まえろ。はい。
急げ。乗れ。早く。ザゴ資源術に送った以外は全部ここにいる。全部ここにいる。早野君、思うけど、我らが得たのは偽情報だ。武士さんはここにいない。あるいは我らが来る前に奴がすでに出た。戏呢，我走了。報告します、大佐。武士座はここにいる。これは奴の神ソリだ。俺は武士座に関わる方法を見た。その中に書いた。武士座は理髪師出身。奴は武王、キザンデの髪剃りを持ってる。武士さん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。報告、下の運送部隊からの情報では、下の運送部隊に怪しい者が混ぜた。山に出かくんだ。武士さんでしょうか。一部はここに残して操縦するのだ。他全部は俺につけ。はい。こ
このバカをソードに連れてけ。集計しろ。はいはい。まあ、全部彼のせいではない。俺は最高指揮官として過ちもあるんだ。部隊を命令せ。直ちに捜査を始め。早野君、この山は大きすぎ、捜査するなら人数が足りないと思う。ならば周りの部隊を調達しろ。とにかく直ちに捜査を始め。はい。过了前面这道梁子，咱们就出了河北了。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还真有点舍不得呀。报告团长，前面出现一伙鬼子，大概一个中队的兵力。鬼子？是。看来是舍不得让我走啊。看这架势好像要去增援什么地方。没听说附近有什么障碍啊。既然鬼子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轻易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过去。命令部队准备战斗。是。叫我呀。刚才忘了问你了，你是哪个部分的？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。这印照历届文工团多了，你是哪个部队文工团的？哎呀，反正我就跟你们是一个部队的嘛。我们冀中独立一团没有文工团。别动，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做啥事儿。站起来，把手举起来。这样不行啊，必须换人。看来这帮日军拼了命了，到底是去增援谁的，咱们一定得搞清楚，而且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。是，换谁呢？换三营，让李大胆给我可劲的招呼。另外把招员马上抬到后方抢救。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从你开枪和作战的身手来看，当兵至少两年了吧，文工团的人可没这两下子。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你们八路军的兄弟。我们八路军称呼战友为同志。赶紧说。你们八路军都拿枪打女人呢？如果是敌人的话，就不分男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开枪吧。开啊！别过了啊！开啊！我可真开了啊！开呀！Thank you.
你刚才那张合影是跟日本人的吧？ 韩德根，水仙跳点的闲不带吧，把吉夫赛欧搜回去的，把这老邪尼伊基马斯卡。俺们这次任务是送我自己往外去，先弄个头啊，把我的后勘都不带，我马克赛万一，搜索不着。走。哎，你说你把我绑这么长时间了，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，让我死也得死的明白点吧。既然都知道自己要死，还知道那么多干嘛？怎么想去阎王爷那儿告我一状？ 你肯定不是日本人那边的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介意我跟日本人拍照。哎，你等等，看你也不像是八路军的，你是国民党军的吧？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再废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？你说你长得也不赖，怎么这么凶巴巴的呀？动不动要割我舌头，你说你这样，以后怎么找婆家？你还说不说了？ 闭嘴！行行行，我闭嘴，闭嘴还不行吗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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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土匪！哎哎哎！走！ 全ての場所を操作した。あの二人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。俺が思うのは包囲する前に奴らはすでに逃げたでしょう。二人を見つからないなんて、お前らはバカか。悪い、先は失態だぞ。みんな一日心を折った。まず引くぞ。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啊！把枪给我，快，把枪给我，快点儿！大姐，哟，从哪儿能弄个傻子呀？路上顺手捡的。大姐，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你让兄弟们好个找，没事吧？哎，你咋还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啊？没事儿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咱们回去再说啊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 你跟这帮土匪是一伙的呀？你他娘才土匪呢！老子是一线红，专门打鬼子的义军，这是我大姐。你们是打鬼子的义军呢？哎呀，那就好办了，咱们一家人，来，别那么外头，跟我解开。哟哟哟，你小子还挺会自来熟的啊！啊，不是大姐，这什么人啊？怎么着，穿上八路军的衣服就冒充打猎的？<笑>别总跟我小子小子的啊！我有名有姓，你听好了。 我是冀中独立一团五连连长53。什么？你是53？怎么？你认识我呀？<笑>我说你吹牛之前也不打听打听，这个53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死了。哎呀，我命硬，活得好好的，要不然我能在医院里边醒过来呀？你是53？啊？你不信呐？ 不是53就长你这样了啊！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不能是53了？53怎么就不能长我这样了？嗯，我看这小子身份可疑，先带回去再说。哎，小子，啊，腿脚怎么样？你开玩笑呢？我当年就是凭着这个腿脚跟鬼子拼命的，你知道吗？行。
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嗨，走吧！哎哎，走，过来吧你！ 再找个卫生员，给你包扎一下伤口。你叫啥呀？哪个连的？我叫郭云生，以前是二营的文化教员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连的。<笑>我看你小子呀是缺练，有股子狠劲儿。这样吧，卫生队你就不要去了，从今往后。 到团部，给我当参谋。哟，武连长，你这腿脚确实不错呀，比我这马也慢不了多少啊。少废话，我刚才只是活动活动了筋骨。行啊，你这骨头挺硬的啊。等会儿，我再好好溜溜你啊。哎，开门！ 跪着，不是骨头挺硬的吗？嘿嘿嘿，快点！等等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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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想大姐活着。 最好别动啊！你不是他们大姐吗？哟，方大姐回来了，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霍头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怎么着，活腻歪了，想造反是吧？你说对了，还真就反了我，不但我反了，这帮兄弟也跟着反了。哟，哼，这还带回个八路啊？哟，看出来了。 看出我是八路了，还不赶紧把我放了？这要搁在往日，我还真就被你给吓住了。但现在不同往日，我现在可是有靠山的，不但不怕你们八路，正好抓着你，还能拿回去领赏。火头，难不成你现在想投靠日本人了吧？我说大姐，你说你好好的回来干嘛呀？都给我压下去，把他们枪下了。啊？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，哪那么多事儿。走，快点，进去，进去。大姐，我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弟兄们，我太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？怎么非这时候回来呀？不是你们怎么都被关在这儿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提了，自打你不见以后啊。 这火头就想拉着剩下的弟兄们另起炉灶，关键他还想拉着队伍投靠他日本人，那我能同意吗？哎，大姐，这是谁啊？他是八路军，还说他是八路军的53，嘿，我还五十六呢。他是53？就那个卡死中村的53呐？怎就长这样？他不是死了吗？哎哎哎！
我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都一个先生教出来的？都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怎么就不能长这样了啊？算了。ユキコ、俺はすでに河北に行った。中村君が残した部隊を集めた。中村は俺の兄弟であり、俺たちの家族でもあり。安心しな。必ず君の兄の仇を取る。哎，起来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那日本人把你一带走，脑袋就给你砍下来，到时候可劲儿睡，有你睡的。你要不想死，赶紧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出去。小声点啊！对，哎，你们三个不都商量半天了吗？怎么着，三个人商量半天都没憋出个屁呀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说你是武十三吗？怎么了？那个。武十三，有勇有谋，哎，对吧？你来证明一个给我们看看，证明一个。哟，那这是求我办事呢是吧？我这行吗？你们两个后边站着去。武连长，你看啊，我这两个兄弟啊，平时也惯了，不会说话，您多见谅哈。哼，你说咱们呀都是打鬼子的人，你也不想就在这儿不明不白就被人砍了脑袋，是吧？嗯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求人的态度。去出去，跟他们说，让他们过来，我跟他们聊聊。侯哥哥，海里，海南根。五十三の指名手配は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印刷して引張れ。はい。过来。你说找我有好事儿，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就这么说呀、啊？那你想咋说、啊？我想坐着说，边喝酒边说。想喝酒可以啊，先就着老子的铁花生下酒吧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来，先看看我左边上衣口袋里放的是什么东西。二哥，认识上面那个日本人？好像见过，中村正雄。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？来，给我解开。这位兄弟，你看我见识不多，还请您亮个底儿，也好让我知道，是不是遇见自己人了？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你说是不是？行啊，行，都给我听好了。中村大佐是我的朋友，老朋友。中村大佐亲自派我打进八路军内部刺探情报。那，敢问兄弟尊姓大名？我叫……这都是机密，跟你说得着吗？赶紧给我解开倒酒啊！快点！快！张刚多有得罪啊，兄弟。怎么着啊？是你们想投靠日本人呢？想法不错，不过这日本人是你们想投靠就投靠得了的吗？没人引荐，人家日本人知道你们是谁吗？兄弟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我正准备找二虎炮楼的张队长帮我引荐来着。那张队长自个儿都在炮楼里给日本人端洗脚水，他给你引荐什么呀？
撑死了就给你当他的副队长，还真不如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来的自在。大姐，嗯，这小子油嘴滑舌的，这眼珠一转，一肚子坏水，这能可靠吗？不好说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五十三啊。但是我们从卫生队逃出来的时候，全靠的是他的主意，所以我想着，要不就让他试试。让黄土来包裹这伤口，让笑颜快填满了喉咙，已经忘了翻越过第七座山头，只看见七尺高耸。让炮火点亮了瞳孔，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与酒，最后一道火线是你我的终点，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。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头，耳边回荡兄弟誓言紧握着手，你还笑着对我说别忘了胜利之后。